再来看到是部落的建设，月眉部落聚会所自105年与原地主签订同意书后，历经7年的时间，终于在今年6月29号获得土地权属机关国有财产署的无偿拨用。在原住民族日的这一天，部落族人就特别举行了祈福仪式，感谢这7年来努力的所有人员，让月眉部落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月眉部落聚会所在105年由时任科长张其伟与地主王建福签订土地同意书后，原住民日这一天，月眉部落聚会所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就没有地方过年去啊，本来早就要做了，就是有人抗议又不成了，因为就是国有地嘛，要办理很麻烦啊，就把它捐出来。然后这刚好月眉再找个聚会场所找不到，干脆就捐出来就好了。历经多任乡长，终于在112年6月29日获得土地管理机关无偿拨用。月眉部落会议主席也是受封乡民代表会副主席的马其山表示，历经7年之痒，希望部落能够有一处属于自己的聚会所，终于在原住民日这一天实现了。当然说都有我们的部落有这个交代了哈，就是说，原先开始一直在讲说，我们的聚会说，说要开始，他们一直期待了，一直期待，一直讲说，你们到底是不是在我们面前都是用骗的，都没有看到成果，到目前为止，你看看，你们一直说口口声声说我们的聚会所要动了，结果到后面还是看不到，也没什么动静了。国有财产署的土地，这个一定要透过中央立法委员，去沟通协调才有办法的。那地方只是在走这个行政程序，比如像县啊、受封乡公所啊、县政府这个单位啊，在行政程序的部分，他们也已经很努力了。所以在这里特别代表我们月眉部落还有全乡的头目来感谢曾经协助过整个受封乡原住民文化聚会所的这个新建案感谢各位。747-748D号为新建部落聚会所土地，却是在后来才发现土地占用到193县道土地，而这延宕7年的聚会所新建案一延再延，在土地分割之后，终于在6月29号获得国产署的无偿拨用，让族人拥有了传承文化的公共空间。原住民日加油！原住民日加油！记者林杰，受封乡采访报道。